把洗净的鸡蛋放在锅里，把鸡蛋放在锅里啊，煮五分钟。已经煮好了鸡蛋，把它捞出来。那叫捞出来。嘿嘿，啊，哇塞，把它放在。八角来三个，桂皮来一些，桂皮来一些，来小块就可以了。香叶，加个葱白，加点辣椒，把那辣椒煮成段了。一个辣椒可以吗？应该够了。好，这个辣椒应该特别的辣。好的。不加点花椒吗？加点花椒。你不说我都忘了。加点花椒，自己加的花椒啊，来点。这个鸡蛋有点不太好扒哎，我的个天！你这扒鸡蛋的技术应该提高一下。我跟你说，这个鸡蛋要是下的时间长就好扒，刚下的鸡蛋都不好扒。知道了，小伙子。原来如此。把这个鸡蛋划几道口，容易入味儿。把鸡蛋下锅里，把这些大料放里面，倒一罐啤酒。哇！这样就非常的好看啊，是不是？豆角，还有放点生抽，把它，开火。这回煮多长时间啊？我们的啤酒卤鸡蛋就做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再见。